闲游，无人那眼哦，曾看哟，舍得九十九条命踏出大道哟，同样关喽，翻过九十九道坡，翻过九十九层看哟，舍得九十九条命踏出大道。1932年，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叔侄之间爆发了争夺霸权的大战，全省大小军阀都被卷入，主要兵力集中于川西的成都内江一带。当时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到陕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迅速抓住四川军阀混战无暇北顾之机，翻越大巴山，一举解放了川北的南江、通江、巴中三县，开始了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英勇斗争。老乡们辛苦了，雷嫂子，麻烦你们把我们送过河去，可以吗？要得。同志们，上船。这儿的老乡挺开通啊。哪个敢不开通？老乡，我们是工农红军。哼，多一个军头。又得多交一份捐税。哎呀，我们这个军队不收捐税。来，坐。以后我们要把衙门官老爷定的苛捐杂税全都免了。我们还要打土豪分田地，让所有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还交不交租子呢？不交喽。交不交大烟捐？不交。哎，交不交懒捐？不交了。什么叫懒捐？种大烟要交烟捐，不种大烟就说你懒，要交懒捐。哦，就连我们给人家撑船拉纤还要交捐呢。从今天起什么捐都不交了，我们要在这里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让你们，让大巴山的穷人自己当家做主。
何洁山，哎，大姐，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啊？当然欢迎。检查工作？嗯，检查你的牛脾气改了没有？改多了。听总部说，分给你的女同志，你总是不要。嗨，女同志嘛，叽叽喳喳，婆婆妈妈的。嗯，大姐，你可例外啊。哎呀，听徐总说，漫山关突围的时候，你们政委牺牲了。从那以后，就你一个人唱独角戏。 我才要求来的。太好了，大姐，不，我的政委同志，范汉城，过来一下。团里的政治干部，就是范汉城这么个三句话离不开博士维克的政治部主任。这些天打土豪分田地，忙得他脚后跟打屁股。 扩军训练还得我管，这回你来了，我可轻松了。哦，也轻松不了。啊，这是总部来的承建云同志，在我们团当政委，以后你听他指示。政委同志，那我现在就把工作向你汇报一下。先让人家休息一下嘛。帮老乡修房子的人派了吗？派了。嗯。哎，你又在那啥子？给我。 你快点给我！就这点粮食了，你又要拿钱换大烟呐？你还吃不吃饭咯？你们在干啥子？老乡，这树是给穷人盖房子的。那也不能砍，姐的哥哥是要卖钱还烟把子的。哎呀，你晓得啥子？你就晓得抽鸦片，遇到事连屁都不敢放。哎，你们要砍，你先砍我！ 哎，你这是干什么？土地山林都分给你们了，一棵树算什么？你也太不讲道理了。那个不讲道理，你们才不讲道理，还说要当红军，当他妈个鬼哟！要钱先把我买了再。站起来，过来。是陕南入伍的，是团长。我们鄂豫皖种核桃，你们陕南也种核桃，难道不知道？ 这是老百姓的救命树，要是鄂豫皖的老兵，我今天就关你们的禁闭。回去，你到三连去啊！哎，年轻力壮的到三连集合。 抽大烟的一个也不要。哎，嗯，我不抽大烟，我有的是力气。好好，你到运输队。哎，回来回来，你叫什么名字？不要不要。为什么不要？就是不要。我又不抽大烟，为什么不要我当兵？嗯。 我们不要女的，叽叽喳喳，婆婆妈妈的。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李翠竹。多大了？20岁。愿意当红军？ 好，你跟我来吧。怎么，就这么些？一天比一天少。这鬼地方，男人竟抽大烟。这个是谁？嗯？啊？哎，在那儿。他也抽大烟呢。 他倒不抽，范主任说，初中以上的一律不要。叫他过来。哎，哎，秀才，过来。
记住，你是初小学生，啊，小潘哟，这个眼睛不太好，给我带到团部当挑夫。是，走，看看那伙烟鬼。哎，走啊！起立，快点，快点，排好，快点，快点。全部收下。听口令，向右转，向右向右，起步走。这哪像当兵的样子？抬进来。来，吃吧。吃吧，吃吧，吃饱了睡足了，给我上操场。耶耶耶二耶立定，向左转，向右看去。向前看。报告，戒严的新兵正在出操，请指示。起来，听口令，向右转，跑步走。团长已经跑了一早晨了，哎，不够，让他们跑得累累的，吃得饱，睡得香，不想抽大烟，光长膘。哎，要多讲抽大烟的害处。是。眼镜儿，过来。你这个斯文人，见没见过这种戒烟的方法？我把你这个秀才弄来当挑夫，你见过吗？委屈点吧。我们这儿有人不喜欢知识分子，总想把他们弄去扛米袋子。快点儿！罗团长，我们家鬼娃也给你当兵去嘛。怎么，你男人还没把你卖了抽大烟呢？哟，咋还记得这句话嘞？这些天我天天瞪着眼睛看，看清了红军恩是为了我们穷人好，单说帮这些烟鬼戒了大烟，就是救了好多家婆娘娃儿的命喽。哎呀，背死的，还不给罗团长赔礼。哎哎，田颂尧就要打过来了，你怕不怕？不怕，打的就是他龟儿子田冬瓜，他狗日的把我穷人害苦了。嗯，叫什么名字？张鬼娃。好，收下你张鬼娃。哎，你们为啥子不收女的？女的事儿多，叽叽喳喳，婆婆妈妈。哎，哪个叽叽喳喳
的婆婆妈妈的，下地干活的还不都是女的呀？嗯，小潘，哟，告诉孙虎，招一班女兵，配备个程政委，编在交通队。是。哎，孟云，孟云。给，哎，累了？不，打这么多，可以摆个野味宴会了。就怕留香让我们吃不成哦。师座，师座，军长，请你马上去重庆，有紧急军务商议。如何？是不是田颂尧要回川北老家了？是。来，哎，走吧。嗯。你又要去打仗了？啊，很难说。现在四川局势不稳。刘湘、刘文辉叔侄俩打得难解难分，刘湘又怕徐向前在成渝之间来个突破。我想啊，他是想把我摆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上，以防万一。啊，孟云，共军入川。你那位打游击的孟石大哥的日子要好过些了。母亲去世前再三嘱咐我，让我一定要找到大哥。我想这一次会找到的。请进。好，坐坐，来喝口水。川东游击军王维洲同志派我来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接受任务，请尽快送我去总部。好，已经去找罗团长了，我们研究一下，马上就安排。哎，老范，这是于孟石同志。啊，请坐。来，擦擦。红四方面军来了，我们真高兴啊。这里也许还有我的老战友。啊，你从鄂豫皖来？不，27年春天我参加武汉农讲所学生军，支援过麻城农民起义，结识了一些非常坚强的农民同志。啊，小潘哟，叫司务长来。来了，罗团长。嗯，这位是川东游击军。等一等，老于。杰山，老于，杰山，程政委，我认为我们应该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来对待这件事。为什么于孟石刚到，替军阀送信的就来了，而且一来就打听他，还说是他们上官师长的大舅子？哎，我认为这些地下党太复杂了。提高革命警惕是必要的，但事情要了解清楚，这种问题一定要慎重，可不能做简单的推理啊。来，干。嗯。啊，不，我不能再喝了。你也别多喝了。实话告诉你，除了徐总指挥，谁也拦不住我。要让他给抓住了，他可饶不了你。
还是当年的孩子脾气。你们入川个把月了，觉得我们四川怎么样？好，群众好，地势也好，就连这核桃仁也特别的香。是啊，四川是历代统治者必争之地，川北地势险要，群众条件极好，兵运工作也有些基础。这次你们主力红军来了，中央代表来了，我觉得赤化全川的条件成熟了。旧友重逢，怕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一个自称独立第三教导师的密使送来的，你看看吧。信里透露了田颂尧准备发动三路围攻的兵力部署，他们表示严守中立，希望同我们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这个教导师的位置在哪儿？巴中以南。上官通川要搞什么鬼？不，很可能是可靠的。我了解此人，他是这个教导师的师长，是我在达县中学时的同学，也是我的妹夫。当年他跟我一道出奎门寻求救国之道，后来进了黄埔军校，没有毕业就回川投靠了刘湘。这个人治军打仗都有一套，他的部队可以说是川军中的佼佼者了。目前军阀之间的矛盾迫使刘湘采取先安川后剿共的策略，所以他给我们送点情报，对我们暂时妥协是符合他们利益的。我赞成这个分析，要赶紧报告总部，是不是明天就请孟石同志把信带上去？好。师铎，田督办来电。念吧。是。我军二日克通江，川北县城已全部光复，共军溃不成军，退缩于南江山区一隅之地。我主力左纵队已进抵空山坝一线，刘存厚老将军已遣八团之众西进，盼你部及时北上，三面夹击共军残部，届时一起歼灭。田颂尧根本不懂共产党的打法，再追下去，他田颂尧怕是要被徐向前包汤圆了。那边回信了没有？没有。上次去的人果真见到于梦石了？是。那么他们应该知道我上官说话算数。没事了。师座，田督办那里拖几天再说。是。掌柜娃，怎么老不吭气儿啊？眼镜儿，哎，你们四川管老婆叫什么？婆娘吗？婆娘。我看你是想婆娘喽。哎，告诉你一个军事秘密，你们县的担架队、运输队都上来了。说不定你婆娘也上来了。等打垮了甜冬瓜，你们小两口团团圆圆的过上几天，让他看看，大烟戒了，长得又红又胖，这脸蛋屁股蛋都胖圆喽。哪个说我像婆娘喽？我就是对沈队长有意见。前几天行军，我们几个老乡碰在一起，大家说参加红军是为了保卫苏区，保卫家乡。现在的好一个劲儿的扯呀扯呀，还不如在屋头搞刺猬队的好。沈队长走过来，在我们每个人的背上长了一坨子，说我们紧到想家，没得出息。你哦，
孙胡子，人家新兵同志对你有意见了。呵，告我的状？闹家乡观念，想开小差，我不该管。不管怎么说，打人就不对。你还甩马鞭子呢？我有错，我改；你有错也得改。哎呀！你看是不是这样？从这儿。好。团长，电台还是修不好。通讯联络已经中断4个小时了，我们一个团被孤零零地隔开在这里是很危险的。我建议还是按照总部原先的部署，继续后撤。不，不撤了。为什么？你看，我们全军收缩到了这个方圆不到百里的狭窄地区，主力部队全部集中，敌人的左纵队又是孤军深入，依我看，反攻的条件成熟了。那上级让我们继续后撤，难道我们不执行吗？谁说不执行了？情况有了变化吗？罗杰山同志，违背了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你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个屁！报告，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了师部送命令的通讯员，他受伤了。命令呢？哦，快报。太好了，徐总指挥在空山坝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主力歼灭田颂尧左纵队的13个团，我们团的任务是天亮以前赶回老鹰山，堵住敌人退路。我们没有白等。这100多里路，怎么能赶得到？刚才团长就估计到这种可能，考虑了一个方案：成夜走小路，从敌人的结合部直接插过去，可以少走50里。出发。行吧，没事。来，小潘，哟，来，帮他驮上。是。快快，跟上。
嘿，真行啊！又喝了，吃饱了，喝足了，等范汉成告了状，好去扛米袋子。你对汉成同志的态度，我不赞成。告诉你，徐总指挥表扬你了。真的？徐总指挥来电话说，告诉罗杰山。小伙子有长进，打得不错。让他少喝点酒，准备挑重担。不要这样多愁善感啊！孟石大哥总算有了消息，虽然我算定他绝不肯回来，但是总比音讯渺茫好嘛。如果他知道妈妈在临终前对他的深情怀念，我想会回来的。报告。师座，刘湘军长到。哦。军座。上官老弟，我刚回来就来看你喽。看来还是你会享清福啊。哎，真是不敢当。卑职从前线回来以后，一直在家闭门思过。哦，是啊，田松瑶吃了败仗，怨你不去策应，到处骂娘。他说，如果我们再不搭手，他就干脆撤下来，放共军过嘉陵江，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老弟，委屈你代我受过了。坐吧。只要对军座安川大业稍有贡献，上官将尽心尽力。蒋介石已经正式发表我出任四川剿共总司令一职，省内各军以及左右幕僚也大都以为共军与通南八再度得手之后，剿赤至极，迫在眉睫。安川之说，已为大局所不容。不知老弟何以教我？军座，共军暂于川北得手，毕竟是选界小吉。刘文辉退过岷江之后，兵力并未大损，终究乃心腹之患。卑职以为，只要军座仍然有志于统一四川，剿赤必先安川之大计，就不可稍有动摇。知我者，上官也。总司令的职务，我先不就位，先把我那个叔叔赶到西康去再说。北边的事，请老弟再应付一段，仍然以不使共军南下为准则。是。请喝点冰咖啡。谢谢。听说你大哥已经到了川北，
有机会你们兄妹见一面吗？可以吗？可以。据可靠情报，此次共军大胜田颂尧之后，在南江县木门镇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把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兵力已达四五万人，正昼夜强化训练。看来有向东发展之势。我们和他们交手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如果有机会，我想亲自去看一下。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小伙子，打的，怎么是女的？女的怎么样？我的师长同志，女同志并不都是婆婆妈妈、叽叽喳喳的。翠竹在老阴山战斗中立了功，入了党。昨天你把孙胡子调去当团长了，就让翠竹带交通队，你看怎么样？同意。哎，不不不，还是放我下连队打仗去吧。服从命令。带交通队也有仗打。哎，师长，嗯，该念书了啊。上课时间不许开玩笑，要想练好写字，必须紧握笔杆。好，今天不练了。小潘，弄点水喝。是。于梦石同志啊，老于，接山，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一会儿了。听说你在苦读，就没来打搅我们的师长同志。部队扩编了，师长就要的多了嘛。梦石同志从总部带来的，还是上官同川来的。他表示愿意亲自到金佛山来和我们的代表正式谈判，并且说我妹妹也来，希望我也能去一趟。现在刘湘正在全力对付刘文辉，他们想同我们搞个互不侵犯的君子协定。这个人上次透露的情报还是可靠的，敌人之间的矛盾应该加以利用，这样有利于我们向东发展。总部的意见怎么样？同意和他谈一谈。可是上官这个事摆在巴河和嘉陵江之间，像一只拳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这是他们发动进攻的最好出发地，必须让他们撤走。这就是我们考验他是否确有诚意的最低条件。嗯，总部的意思，他不撤就砸掉他。好，谈判代表什么时候到？总部决定你为代表。
孟云。大哥。孟云。大哥。啊，同川。好，请吧。这位是，这是红四方面军全权代表罗杰山师长。久仰将军大名，今天能见到麾下，十分荣幸。按说，我们早该见面了。我们上去吧，请。孟云，这些年你生活得好吗？好。母亲她老人家身体也好吧？妈妈，老人家前年就去世了。她临终的时候一直叫着你的名字，让我一定要找到你。妈妈就葬在成都附近。哥哥，你回去看看吧，啊。孟云，请你回去，替我在母亲坟上献上一束鲜花，请他老人家原谅儿子吧。这是母亲留给你的，母亲让你带在身上，她说你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难道罗将军信不过我上官同川？你们尽可以到东边打刘存厚那个老军阀，我绝不越过八河一步。刘存厚我们迟早是要打的，可是你顶在我肚子上这只拳头必须先收回去。只要你撤过嘉陵江，我绝不找你的麻烦。我这只拳头要是不收呢？不是你把我打进八河，就是我把你打进嘉陵江。这么说你不肯给兄弟一点面子了？我这只拳头是刘湘军长的铁拳头，兄弟无权擅自行事。好，告辞了。我送送你，请。承蒙远送，十分感谢。不知二位是否有兴趣再往前多走几步，也许能添一点对我们川军的见识。既然请我们，那就去看看。请。请。弟兄们，这位是
共军赫赫有名的罗杰山师长，你们都要好好看看他，免得日后认错了。罗师长，讲两句吧。嗯，不错，还像个样子。可这些老家伙早就过时喽。我那里还有些美国的最新产品，是你们蒋委员长在鄂豫皖送给我的，什么时候也请你们上官师长见识见识。报告。师座，参谋长从前面来电话说，罗杰山的两个团正向我师两翼迂回，正面也发现了他们的前卫部队。这回就让他一步，全师撤过嘉陵江。是。拿来吧。哎呀，你我、你在干什么？女人怎么能看男人洗澡？回去！你的脾气要改一改，这次调给我们这么多好干部，可要谢谢你们了。谢什么，都是红军，在哪儿不一样啊。好，别送了，大县见。再见了，大县见。再见，到时候请你吃我们家乡的特产灯影牛肉。哎，还有烧酒。好。师长，好好干，
李翠洲同志，昨天我态度不好，向你检讨。哎，等等，我想和你谈谈进达县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吗？做好了。留存后，如果知道我们要打达县，很可能逃跑。 敌人逃跑的唯一通道就是城南那座浮桥，炸掉它。对，炸掉它。不过，要等大部队到达之后才能炸，没有部队掩护，炸桥是很危险的。你们进城以后，要和老余他们的地下游击军配合好。还有什么？ 完了，桂花嫂。 白岩呐！哎，罗四子，我们家鬼娃还得行不？得行，饭比我吃的还多，打几仗就立几功，独当了排长了，比我有出息。<笑>大嫂，你们这盐是往哪儿背啊？你们要去打大县，我们还是要给你们打钱财。哦，那就谢谢你们了。哦，谢啥子？都是一家人嘛。<笑> 主力部队打响以后，在敌人混乱的时候，我们混过哨卡，把浮桥炸掉，保护兵工厂和被俘厂的同志，你们要做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主力部队在天亮以前赶到，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招待的不周。 哈，这么大雨，红军同志来了，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今天吃饱喝足，好歹刘文牛啊！啊，<笑>刘存厚跑了，啊，替县砸桥，要得不？ 通知各团，情况有变化，全是跑步前进。是，跑步前进。
到哪儿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给我拿点吃的吧。哎，嗯，啊，这两天你心情一直不好，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啊？看这封信。蒋介石来的，他指令刘湘任命我为这次六路围攻的前线总指挥。你真的要为刘湘卖命？我为自己。你们能打赢共产党吗？中央60万大军正在江西对朱毛发起第五次围剿，贺龙一股已被赶到湘黔边界。现在是我上官铜川一显身手的时候了。那我大哥怎么办？大义灭亲，自古而然。这次四川军阀全部出动，30多万人。一个猪蹄儿啃着吃，两个猪蹄儿也是啃着吃啊。你的胃口倒不小。你这位妹夫一上来就跟在我们屁股后头，这回可以和他较量较量了。他现在是蒋介石的人了，又是主攻方向的前线指挥，这个猪蹄儿可不那么好啃呐。那才对我的胃口呢，辣椒不辣，酸菜不酸，吃个什么滋味啊？哎，你今儿在会上怎么老不说话呀？我心里一直不安呐，马上要打大仗，为什么把我们刚刚编成的军又给拆散了？嗨，在哪儿还不一样打仗？你就多挑点担子嘛，这回我们两个师配合行动，一定能打好。这我相信。可是，你大概不知道吧？我跟你去了一趟金佛山，和我妹妹见了一次面，居然也成了问题。嗯？现在有人在追查。有这事儿？好，我们该分手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再好好谈，但愿是我想错了。驾。
罗师长，上面指示要在收紧阵地的过程中抓紧进行肃反。现在搞肃反，肃谁的反？ AB 团改组派第三党。部队合编以后一直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清查，和地方武装合编难免混进一些坏人，保持党和红军的纯洁，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我们屁股后头有几十万反革命的军队，消灭这些敌人就是最好的肃反。这可是张主席三令五申的指示。徐总指挥一直反对乱搞肃反，我给你规定两条：第一，重大问题必须请示程政委；第二，不准影响我打仗。我师收复达县，据侦查报告，共军后卫罗杰山、于梦石两师正在桐子鸭一线构筑防御工事，我正集结兵力继续追击。师长，孙虎他们在桐子鸭和敌人接上火了，可是于师长的部队到现在还没有到达指定的位置上。李翠竹已经去催了。小潘儿，哟，通知伙房弄几个菜，多搞点核桃，等战斗结束了请老于来喝胜利酒。是。开炮轰击。是。小时，要把阵地丢了，我枪毙你！杰山，我去吧。师长，程政委负伤撤下来了，孙团长阵地联系不上。哎，于梦石贻误战机，孙虎他们一个团怎么能顶得住啊？我看迂回部队也得撤回来，不然的话，我们还得吃亏。难道我们真的让上官那个混蛋给打败了？问题就出在于梦石的身上。哼！你把阵地丢了！指挥两个师打我一个团，于梦石到哪儿去了？师长，罗师长，张主席派人把于师长抓起来，给杀了。啊！哎！前一天来了好几个人，让于师长交代。
在金佛山和他妹妹见面的情况，他发了一顿脾气。昨天又来人把我们政委和团里的几个干部抓走了，我劝他赶紧离开师部，可是说什么他也不肯走。他说战胜敌人要付出血的代价，战胜自己的错误也要付出血的代价。师长还常和我说，一个革命者死在战场上是英雄，死在刑场上是烈士。可是于师长这么死算是什么呢？罗师长，于师长，让我把这个交给你。政委呢？到运输队看桂娃嫂去。哎，伤还没好就到处乱跑。小潘，哟，把政委接回来。是。政委他太要强了。不，你不了解他。他是一个大学生，很早就到了我们鄂豫皖做农运工作。他的丈夫是我们红四方面军的一位老师长。我跟着他们当过半年勤务兵。31年，老师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不到3个月，刚满2周岁的儿子也病死了。他一个人照样坚持工作战斗，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提过一次要求。可他为了老于的死，瞒着我，一连给张主席发了3封信，惹下祸了。我实在是想不通。什么想不通？革命嘛，就会有曲折。这种事，今天有，明天还会有。喝药吧。啊，好苦啊。怎么了？为我担心？不要紧，伤慢慢会好的，事情总会有个结果。你们不要为过去的事再难受。孟石同志的牺牲是为革命铺路的。介山，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要冷静。撤出达县都半年多了，还老是收紧阵地，收紧阵地，急什么？哼，再收就该上巴山顶上喝血水去了。徐总指挥已经下了死命令，我们大龙山寸土不让。兄弟部队在后边抓紧训练，还派出小部队到敌后侦察。你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告诉你，反攻的条件快成熟了。孙胡子，你就准备打大仗吧。诸位，大龙山正面只有共军罗杰山一个师，刘总司令命令首先攻取大龙山，而后直捣万源，把他们全部赶过大巴山去。现在宣布前线奖惩条令。是。夺取大龙山阵地者奖赏大洋一万元，师旅长必须亲临前线指挥，畏缩不前，督战不利者杀。明晨五时全线发起进攻。总部通报，明天一早上官要发起总攻，你准备的怎么样？没问题。什么？啊？徐总指挥要我们配合兄弟部队去侦察青龙关。什么？你说清楚点儿。啊？徐总指挥亲自选定青龙关做突破口，迂回包围敌人。这么说，要从青龙关开始反攻了？啊，没问题，我派最熟悉地形的干部去。啊？让桂娃带他的三连到我这儿来参加敢死队，我自己对付上官的铁血团。啊？什么？老范把他调走了？啊？师长，师长，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啊？你要我交代什么？程政委跟我说的都是怎么才配当好一个红军战士、共产党员。罗师长他带领大家打了多少胜仗，我们全师的同志都喜欢他。好吧，你要我坦白我就坦白，我也喜欢罗师长，要是他愿意的话我就嫁给他。翠珠同志，师长，以后就叫我老罗，叫我杰山。等打完这一仗，我们就结婚。掌柜娃，嗯，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在喝冷水。喝什么冷水啊？他们喊我坦白交代，我没得啥子好交代的，他们就灌我三碗冷水。三碗冷水有什么了不起？撒泡尿就完了，还不快去指挥你的部队准备打仗。是。你这是干什么？上面和我打了招呼，要我再了解一下情况。这是关系到捍卫党和红军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原则问题。罗杰山同志，事情还涉及到你自己，你太过分了。不，我要管，血已经流得够多的了。你看看，这是张主席亲自签发的决定，程建云是对抗张主席关于改造地方部队的机会主义分子，是以小组织形式活动的右派。执法队明天一早就到，
我已经派人给他送饭去了。什么？你给他送断头饭？你？我是金佛山谈判的代表，我是首犯。明天打完了仗，我自己去投案。谁要是敢碰一碰程政委，我砍了他，天王老子也不认。罗市长，我立即写报告给张主席，可以吗？可以。站住！你写完了报告，就给我去三团阵地。明天要是顶不住，我先枪毙你。是。界山呢？扶我到外面走走。是啊，革命也是一样，翻过了高山就是阳关大道了。界山，放心去打仗吧，不要惦记我。前进者赏，后退者杀。不是我活捉罗杰山，就是我进这口棺材。开步！这是哪个团？打得不错，传令嘉奖。是。我要罗师长，给我见罗师长。老范，不要干扰老罗，保证主力歼灭铁血团。程建云，你来干什么？
我把直属队带来了。老范，赶快组织部队抢修工事。好。我等。郑伟，孙胡子，给我顶住！哎，注意铁血团的行动。失守，共军主力正向我侧后迂回，刘总司令命令全线撤退。市长，